动手小百科，今集小手带咗天竺鼠啊！喂喂喂，让个位嚟啦！咦，我哋介绍紧天竺鼠，你系？我咪天竺鼠咯。佢系一个好中意、好想有安全感嘅动物，咁所以我哋会加啲人造嘅山洞俾佢啦。当我哋一放山洞入去嘅时候，咁佢哋就会即刻可能争住要入去嗰个山洞入边匿埋，所以嗰个环境入边，我哋需要有啲嘢俾佢遮挡。在清潔方面，我們又要跟它梳理毛髮，因為它的毛都是很多的，就保持一個很好看的狀態。因為天竺鼠它有卷毛和有順毛的，我們跟它打理好之後，它的毛就會好看一點。食物方面，它是跟兔子很接近的，都是以牧草為主，七成都是吃牧草的。另外它會吃天竺鼠的飼料，另外仲有好少量嘅就係一啲蔬果，咁佢哋會食藍莓啦、橙啦、奇異果啦，呢啲少量嘅生果係補充佢嘅額外嘅維他命嘅。我哋想帶出嘅信息就係，當小朋友嚟睇咗我哋咁得意嘅可愛動物，咁了解到原來照顧一隻動物，除咗要照顧佢嘅起居飲食之外，睇醫生之外，花嘅精神同心力其實係好多嘅。想各位考慮一下，自己有冇一個條件，譬如時間啦、資源啦、空間啊，可以養到一隻動物。確定要養一隻動物，就要照顧嗰隻動物一生一世，就唔好遺棄動物。呢個就係我哋最想帶出嚟嘅信息。